鸡受报复，不会做老婆，骂人法官恐停职，真的是祸从口出。高雄地院56岁法官柯胜义因开庭时爱骂人，可能遭停职。他3年前当庭骂律师，笨色狼，唧唧歪歪，遭法院警告，但他未收敛，审理88风灾遗嘱遗产案，他竟消遣家属，又没多少遗产，为什么要一直争取？一名妇人申请家暴保护令，也被他斥责，不会做老婆，才让丈夫想往外跑，是我就不会跟你结婚。同事形容他平时待人和气，但一穿上法袍就变 Superman， 好像只有他最大。今年6月到8月，他开庭时骂人就多达数十案。高雄地院认为他缺乏对性别平权及人的尊重，日前建请司法院将他停职，并移送监察院议处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